现在6:39，外面都有很多船呢，还有人划船，天上还挂着月亮。躺在床上看月亮，这个圆圆的就是月亮，看得不太清楚，因为比较远。大家看一下月亮挂在哪个位置的。要放远了，就是月亮了。看到泸沽湖的小船，水里的月亮，天上的月亮。今天应该看得到日出。我的天，好累呀！先去找个机位。哎呦，啊，哎呀，哎，啊，糟了，忘了带长焦。我现在拿的是1635广角。哎，这边有月亮。哎，快喘不过气了。我家三脚架了，不说了。有湖，有船，有月亮，有云彩。早早的起来看日出，还有阳光，太阳出来了。我现在在诺瓦码头这个位置拍日出，刚刚很多游客，太阳出来了，他们就走了，现在还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拍。清晨是比较冷的，虽然有阳光，不过这个阳光还没有达到很暖的时候。头痛，腰痛，肚子痛。日出拍完了，没有想象的那么美，因为我那个机位不是很好，然后前面还有被房子挡住了。我现在去吃早餐了，又饿又冷的感觉真不太好。这个时候游客又开始坐船，好多游客啊。今天走，我们这不是我们收钱了，我们只是下午只是车子到陪。嗯，我吃了饭就走啊。他说我这车停了多少天了，再不走就要收钱了。我吃了饭就走，他不说收钱，我今天也要走。我昨天本来就走了，结果走了今天还没走。现在去吃，不过早上吃什么呀？去里城那个狗狗那家去吃吧，因为我说走之前去他那里去一下。看看里程，狗狗嘞，我是来看狗狗。狗狗走啦？啊？回泸州啦？怎么会呀？昨天不是还看到它了？我昨天还看到狗狗的呀。今天回泸州了，还在镇上。还在镇上，今天走了。有什么吃的？有汤圆吗？汤圆啊，我不吃汤圆，我昨天也吃汤圆。啊？面条。今天我来呀。
啊？今天没有过来嗦。我一直停在那里的，今天准备走了。我说走之前来看一下那个狗狗啊。嗯，就是。那出来看你了，没有看到你。嗯。你在那个车子上啊？嗯。我车一直停在那里。嗯。人家本来有物业就过来走的，他还说带我去转山来的。那昨天你过来嘛，肯定要带你转山。昨天你没有来。不是我昨天在那边，我本来说今天来的嘛。嗯。吃面呢，面好了，全是辣椒油哦。吃了面，今天就挪位置啦。一碗素面。就辣椒油青菜。面吃完了，我现在回去了。刚才老乡讲得很好哦，所以今天晚上我去那个女神湾拍落日，在这里停了好多天了，现在要走了。看到一只狗狗，我先去镇上买点吃的。水果啊都没有了，好多天没有坐前面了。把这个很方便吧，一下就拔了。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相机是什么呀？12月4号有开箱视频啊，固定在这里拍前面的，把这个记录仪插上，打开了，就能看到后面。今天周日啊，时间过得好快呀，不知不觉都21号了。准备23号就开始离开泸沽湖了，去丽江。丽江，找酒吧喝点酒，把车找个好位置停着。语音已启动。最近都是慢时光，这种感觉真好。音乐自动响起来的。好久没有摸到这个车了，怎么这个歪着的？要走啦，诺瓦码头。再看一下。参天白云啊。